到目前为止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小幅作品的白卡纸框，实际上是电脑后制虚拟出来的。你可以靠近，从侧面观察出，它们其实都是一张平面的影像。我想透过这个做法来传达的是，当我们在阅读一张影像的时候，是否会太轻易地用自己的既定印象来认定它就是你所想象的样貌。从小幅作品的这个反思延伸到大幅作品，您不妨可以思考，此作黑山还能不能代表原本的黑山？